因为我们要抢那个阳光，然后他们就是整班人迟到两个小时，找不到地方，还有不是找不到地方，是就是他们还跟我说，哎，我们就是他们是很懒散的那一种，我们人都已经到现场，他还跟我说，哎，那我们要不要先去吃个早餐呢？这么chill。对，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你吵，我想对你好，你从来不知道，想你想你也能成为是。总冠军，不得了！这是你的第一本吧？对，我现在只有出这一本而已。对，哎，但是这个封面就已经很猛了。对啊，这边哎，来踢馆了啊！他也喜欢，我跟他沟通一下啊。哎，你假菜郎，你怎么？哎呀，你假菜，你手这个欠他吧，不适合了。啊，你这一次拍摄写真书，先来哦。哇，点歌的，你第一本就很猛了呢。点歌，恭喜恭喜，谢谢。欸，林可这一本的特色是在哪里？欸，应该是说因为我平常都穿很多，所以老实讲这一本就是集全部最大的了。哦，尺度，尺度上啦，因为这种穿的男友 T 恤这种嘛，加减有趣事跟我们大家讲一下。这一本呢，就是因为是我自己做的，因为原本是公司的，自己砸钱啊，我自己砸钱。哎呦，原本的公司他突然就跟我说，哦，我们不想帮你做了。哦，嗯，然后我就那时候已经跟粉丝讲说我要出了，对，不能失信，不能那个，对，不能失言，那等于自己要喷很多钱呢。那个时候真的是喷蛮多钱，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就年纪比较小嘛，还没有开始赚那么多钱。哦啊，这个很久了吗？这本书？这本应该是筹备大概一年半。嗯，从自己找出版社，然后摄影师妆发，全部加一加大概一年半。找景啊，或干嘛这些？对对对对，很辛苦啦，对不对？哈，哎，首次拍摄个人写真集，结果他的摄影班竟然大迟到，迟到多久？迟到四天，没有那么久，太久了，失踪了，太久了，失踪，那要报案了，失踪了，在沙滩晒成人干了。对，我应该第一个卡，变超黑这样子。大概就是因为我们要抢那个阳光，然后他们就是整班人迟到两个小时，找不到地方，还有不是找不到地方，是就是他们还跟我说，哎，我们就是他们是很懒散的那一种，我们人都已经到现场，他还跟我说，哎，那我们要不要先去吃个早餐呢？这么chill，对对，你找了一年半，但找了一群懒散的人，对，而且我还是对我是干爹，对啊，对，然后他们还不听我的话，他们就说没关系，我们就先吃早餐。等一下再拍这样子，他说，这样阳光就不对了，就会开始很锐利嘛，对啊，就会拍的比较不好看。真的是，来用他的才艺来展现自己，好不好？再来一个，当你来欢迎我们林可带来当你。哦，哎呦，原来是唱歌呢。当你。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？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，不能再和你相约，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？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你吵，我想对你说今天的烦恼，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，我想对你说，却害怕都说错，好想
何德何能呢，可以欣赏一次这么多的美女在这边，对不对？来，一起来投票，三二一，请给分。哦，哇，扣两分，48分哎，哎呦，扣两分了，哎呦，哎，分出来，好，不好意思，全开，来，全开一样，全开，来，来，抱一个。来，从哪边开始？我没有开了啊！好，我们一起开始，1、2、3，哦，十开了，十，哎呦，这里啦，10号，对啦，6号，我管你的啦，对啦，对，讨厌把人家衣服都不重要了，破了，又，浴缸嘛，又是浴缸，这个大图书出很贵的，你们有需要的话6000。有人会买哦，还是标记喜欢的再贵他都买。对呀，再次谢谢林可，谢谢。